各位观众，欢迎您收看《洛城十八台》。我们十八台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多语种的电视台，服务各族裔的民众呢已经40多年了。我们 LA Prime Time TV 制作的中文节目，通过18.1台强大的发射功率，我们覆盖南加州各个县的将近700万户的家庭。我们 LA Prime Time TV 制作新闻、专访还有专题节目，我们也购买电视连续剧，跟中国大陆还有台湾合作新闻节目播出。欢迎您周一至周五早上11点、晚上6点收看 LA Prime Time TV 洛城十八中文台黄金档。